凌眸 Osmo 入门教学，如何操作您的 Osmo Mobile 2？ Osmo Mobile 2有两部分组成，云台部分。云台的手机加值部分可分为竖拍和横拍两种模式，默认工作是横拍模式，你也可以根据需要自由切换。手柄部分模式开机按键，短按可以查看当前电量，长按 1.5 秒可以执行开机和关机。在云台工作状态下，快速短按一次进入方向锁定模式。再按一次取消。快速短按两次云台回中。快速短三次切换为自拍模式。摇杆向左或向右拨动摇杆，控制云台平移轴向左或向右转动。向上或向下拨动摇杆，控制云台的俯仰角度。拍照录影键，在 DJI Go App 里边选择拍摄录像模式后，按下该按键可以进行拍照或录像。在拍照模式下，长按拍摄键可以触发连拍功能。变焦推杆，上下推动该摇杆可以控制相机变焦。 USB 供电口位于手柄背面，在移动设备电量不足情况下供其充电。四分之一20英尺螺纹孔位于手柄底部，可以轻松接驳三脚架。以上就是 Osmo Mobile 2的操作介绍，感谢您的观看。